谢狗子送的玫瑰花。Hello, hello, hello. Hi, hi, hi. 好久不见，两天没见，我两天没直播了，是不是？Hello, hello. 你就记得这顶帽子，记不住这个人是吧？记住这顶帽子，你就很骄傲是吗？Hello, 晚上好。小半个月没看我直播了，我这个月其实直播次数还相对于上个月来说比较少，因为这个月排练的东西会比较多，对，真的长个儿比以前挺拔。那你是不是觉得哎，我突然可以跟我直面对视了那种感觉，对不对 ？Hello。Hello, hello, hello. 也不是，这个月直播次数不多，对。其实我前两天都想就是给大家直播来着，还有什么公演结束啊，其实都可以，但是就是最近排练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就都没有播。像今天的话，就是结束了会蛮早的，蛮早的，我就想说，那今天晚上回来，就给大家直个播，谢谢饭仔每天都加班送的喜鹊仙子，谢谢谢谢佐佐木送的耳坠，谢谢，还没吃，谢谢饭仔送的檀木树，谢谢，对，我没化妆，点了点了，还在路上，对，谢谢 Yuki 送的音源棒。嗓子可能是就是练歌来着，然后有点练哑了。对，小爱同学，放音乐。点了炸鸡，实在是想不出来吃什么。对，今天改个 ID，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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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炸鸡和百事，没事儿，我这嗓子吧，就是只是说，就是可能练的时间有点长，不是说没啥。哎呀，哎呀，多喝水，我喝着呢，你看，看这一大缸水。谢谢柠檬雨送的香水，还有耳坠，谢谢。今天好奶，因为我没化妆，我不化妆的时候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奶吧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化妆跟化妆完全是两种感觉。不是台上，你看我，哇塞，怎么这么是不是御姐这个人？然后台下就是一个奶孩子啊，这表情怎么还裂开了？啥也没涂，正在想为什么眉毛变淡了，以为染了，染了不应该更深才对吗？啊，没有，什么要奶谁的孩子？对，画我要怎么证明？真是什么都没画，对。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你们看得出来吗？如果化了妆的话，不可能这么淡的，眉毛怎么可能这么淡啊？眼睛，我卡了，但是我这里显示没卡，就我这里网是蛮平稳的，对，你看我脸有点粉色。就那我本来自带的就是我的血色就是稍微有点红，对，这真的是证明我没有嘴唇，因为我本人的唇色就比较红，对，是
不是还不知道四号那周，我应该我不在。四号，你是说四号公演吗？你说四号公演吗？血气方刚。四号我不在，对。我咋这么可爱？我还没有看 vlog， 然后看你们在那说啊 vlog 你好可爱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对，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。对，我只能说，我只就是四号我不在。对，你们应该会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见不到我跳公演。疯狂截图表情包怪好用的，不会吧？不会是丑照吧？小爱同学，声音小一点，照顾好毛毯。对，得半个月吧。因为毕竟如果说四号有公演的话，那可能又有一个周没有公演，那即便我回来了的话也不会就第一时间上公演，对吧？那差不多应该有半个月的时间。嗯，炸鸡期间会直播，当然会直播了，会直播。对，而且其实拍 MV 的话还蛮好的，因为你每天都会化妆，然后呢化完妆之后就每天就是晚上回来给你们直个播啥的，对不对？半个月没有关系，就是小别胜新婚嘛，对不对？也不能就一直看着，对吧？一直看着这个人就会腻啊。对，偶尔见不着也蛮好的啊。要早起通宵嘛？我想想，我上一次拍的时候，好像是这样。谢谢大王之星团送的弹幕书，谢谢。欲擒故纵，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也可以。对，谢谢大王之星团送的喜鹊仙子，谢谢。什么玩意儿，什么玩意儿，请正视自己的魅力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吧，就是要距离产生美，对不对？就是有偶尔就是有几天就是见不着，然后就是过几天突然再见面了，就会有一种就是新鲜感，对不对？麦克风进防空洞了，为什么？28号回来吗？怎么什么28号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放桌子上而已。现在呢？28号我就飞走了。对，28号那场公演我也不在，然后你们说了4号那场公演我也不在，我就上。27号那场公演，我底下真没有东西啊。现在呢？吃饭了吧？你们肯定吃饭，怎么可能每天都像我这样唠两句？我在说呀，我说了呀，
刚吃完，你们吃的也蛮晚的嘛，不要吃这么，不要这么晚吃饭、啊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等会儿吃播，等会儿炸鸡到了我就吃播。就你四点吃的，外卖刚到。就像我两天吧不给你们直播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看了直播里面的自己，就觉得神清气爽，笑死，啥玩意？那怎么整？那怎么整？那我要怎么整？那就不能放桌子上了，那我要拿着了。现在呢？不敲就行。你这一表达。表达这个问题，这个谢谢 JZ 送的新花儿，谢谢。怎么 face？ 问题出现，对啊，我以为你说敲桌子，敲桌子声音比我说话声音大，然后你说，然后我以为就是是我的麦克风堵住了，然后你们跟我说你只要不敲桌子就行了。这个表达能力也非常想让我打人，你知道吧？今天飞鸽传信，为什么要飞鸽传信？还没到冬天呢，还没下雪呢。刚才确实堵着，因为我现在在这儿垫了张纸。然后今天结束的早，然后我就想，那我就是录个抖音吧，好长时间没有更抖音了，然后终于想起了密码，然后就运动了一下，然后就发了个抖音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哈哈，哎呀，我是之前一直想拍来着，一直想拍。都没有，一直在分散我的精力，没在这摆弄山的，我在这儿把我的眼睛放到了一边，对，终于等到了，等到什么？等到我直播吗？啊，抖音啊。其实我有很多，比如说这次还有什么练习示范的什么的，就是只能等这次舞台结束之后才能给你们发练习示范。对，就是发 B 站啊什么的。你今天刚签完合同，什么合同啊？几个亿的合同？不是，你要是真的签了几个月的合同，你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啊。今天搞了个视频，塞了100多张照片，100多张照片，照片有的人过于好看，那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是谁了，对。对，苟富贵莫相忘啊。就是我不化妆的时候就会是这种感觉，谢谢范仔送的12个愿望，谢谢。不是，那你说我家饭头做的一个视频，然后选了一个选了100张照片，然后说里面人可好看了，那你觉得还会选谁？对不对？
那他要是选了就是选别人，就是选了别人的那个照片的话，那我没有什么话好讲。对，谢谢向上送的十个愿望，谢谢。嗯。复习中来瞟一眼，先瞟一眼吧。我今天就想跟你们唠唠嗑，省得吧，就让你们觉得我就是这两天没有直播，然后也不是经常出现在口袋，我在干嘛啊？好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没有，就是可能谁知道昨天我人没有直播，然后就像直播了一场一样。怎么感觉背后一股寒气？怎么谢谢我雨带你懂得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每次都看我的眉毛来判断化没化妆，其实我眉毛不化妆也还好，只是就是浅颜色浅跟颜色深的区别。昨天那不是怕大家害怕吗？一下聊到了快两点，对吧？我轻易不生气。谢谢十点七做的圆梦，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亲一般是不会生气的，但是如果就是你如果触碰到了底线或者什么，就会比较生，就是会很生气。对，而且还是那种包哄的那种，因为我觉得触碰到底线都是很大的问题。中元节可以不理也没有吧，我也没有生气，就是印象当中没有几次就是很大的那种生气。生气了会有什么后果？哎呀，我长这么大真的没有，就是说生过那种真的是吵架就是生气到那种吵架的那种地步。顶多就是说什么，我是生气，然后说如果我真的到那种让我非常生气的地步，我可能就会，我会让你明白，你懂吧？就会让你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让你打心底的服了，就是你的确是做的不对，然后就是服了啊，服，然后之后呢，我就不会再，就是我心里会有一杆秤，就不会再去，在这方面有过多的什么。就吃一堑长一智嘛，对吧？气哭倒没有，就我为什么要哭？我又没做错，为什么要哭啊？对吧？这逻辑就不对啊，应该让他哭才对。我不爱生气，我这个人不太爱生气，对，就比较，我平时啊心态会比较平和。你们能听见音乐吗？谢谢浩送的玫瑰花，能很小吗？音量刚刚好，你们可以听见啊。
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音量有点小。对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是自己在家的话，放音乐我就会很大，然后就沉浸式的听歌，走吧。沉浸式听歌。因为并没有很想听清楚他唱什么。啊，这我昨天前天姑姑还给我送了个那个生日礼物，然后我说是啥，他说是什么家庭式 KTV， 然后我还没有把它，这两天有点忙，然后还没有把它打开，然后我就想着今天晚上可以试一试。 Hello， 我去拿一下啊，好大的一个快递。远点啊，剪刀剪刀，你再怎么好奇也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。我肚兜打算就是哪天化了妆之后做的造型再给大家穿。对，莱恩在山顶睡觉呢。对箱子这么好奇啊！哇哦，这有点，哇哦，这哇哦，我发现了，我的朋友们就是在我就是立志成为歌手的道路上，就是。为我付出了很多心血，对。嗯。哦，还有两个麦克风哎。哎。我以为麦克风是金色的。对。添砖加瓦。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放箱子里啊？这个玩意儿有点大。哎，这个有一种让我想起就是跳广场舞那个叔叔阿姨们，然后就拎着一个，哦呦。蛮帅的，我的天哪，你干啥？睡懵了？是睡懵了是吗？啊，从山顶儿滚下来了，吓死我了！人，他直接从山顶儿跳下来了，跳到沙发上，吓死！差点把架子拆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蓝牙，我看一下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个麦克风就可以放在这，然后就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唱那种。天线，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怎么搞啊？还有这个线，
这就是猫头鹰啊，这就是猫头鹰啊，它放不了磁带，怎么能放磁带啊？不过它这个麦克风是无线的吗？还是说充电的呀？没搞懂。重点是我还没有搞懂这个设备怎么搞，一般是蓝牙的。这是怎么开啊？哦，它这样子，它这开了，它这打开，然后呢，这可以直接用吗？喂，哎，这个麦克风是有电的，你看，是可以打开的。哎，这个是有声音的耶。为什么有声音？喂。哎，不对。喂，哎，真的有朋友们，是，喂，哦，我搞懂了，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话，就是有回响，有混响的，然后这样的就是没有混响的，纯干音的一个感觉，哎，好像还不错。是不是还不错？然后，这个是调那个声音大小的，唱歌就可以混响。喂，然后这是微混，就是你们可以听一下是微混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再高一个，这个是最高，然后这个是没有啊。哎。友情提示啊，就是这个麦克风一定不要跟音响放在一起啊，对，否则会炸麦，我跟你讲。喂，哦，它是不需要连的，你看，它是无线的，所以刚才那个线只是充电的，好像是。我要把彭佳敏拉下来跟我K 歌一曲，这上面写了麦克风 A， 然后另一个麦克风 B， 嗯。喂，彭佳敏。你快下来！谢谢，是 TTN 送的巧克力。彭佳敏，你没有觉得有一种在广场上看节目的感觉吗？啊？那你还不赶紧下来？快点！哎呦，这个音量非常可以啊！哇塞！这是可以调，哇哦！谢谢米粒送的巧克力，谢。哦，对，我在王者，你们怎么知道他在王者峡谷？啊、嗯。小一点，小一点。哎呦。喂。啊，我们等一下，就是用这个唱一首歌，然后感受一下他的这个感觉、啊、怎么样？我就想知道他怎么连蓝牙。好像是这样连手机的吗？
我现在是把这个音响对着你们的，对，蓝牙已连接，没有，哎，对，以后不用抢联系室了，我太开心了，哈哈，哎呀，我突然觉得这个什么动圈闷灵感度，你们现在从这个视频里面听的声音怎么样？清晰吗？反正我从我这儿听起来是非常清楚的，就是我怎么说话的声音它就是什么声音，要不然我把这个就是这个音响拿你们远一点，这样呢远一点好还是近一点好？我总有一种我想说相声的感觉，我有一种我想就是来一个什么脱口秀，哈哈哈，好想说相声，为什么拿了麦克风明明是要想唱歌，然后我就是想说相声，这神奇的感觉。刚才好，那现在呢？放这儿吗？是这儿吗？我们先调一调位置，我们先调一调位置啊，放这儿呢？AUX mode。 哎呀吓死我了。哎呀，喂，可以啊，一开始，现在就是一开始的位置，现在就是一开始的位置。这是什么 ？Bluetooth mode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可以连蓝牙的。我知道连哪一个了。胡佳敏，你打完了就下来啊。我试一下，等会儿等他打完这局游戏下来，然后去用他的手机连蓝牙，然后我们来试一试啊。主要是小爱同学现在这个音乐好好玩的样子，我也觉得非常想把我的键盘拿出来。这个真的蛮好的，音质非常好，真的很好。哦，哎，他的这个眼睛这里 AUX mode。哎呀，我轻点，给你们看啊，这个眼睛，它是软的，然后我每次说话的时候，它这就会震，就是，喂，就是它这会震，对，小爱同学能连这玩意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对，我对这俩眼珠子情有独钟。但是我觉得吧，自从有了这个音响之后，有了这个麦克风之后，我觉得我说话就轻松了很多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用我三分之一的，就是十分，不是三分之一，差不多吧，十分之三的这个音调，然后用让这个音响把我的声音放大出来，我觉得蛮好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也可以省掉了我很多力气。不会，哼，你会挨揍，我保不了你。怎么回事？小爱同学没有放一首我会唱吗？行了，楼上那位。玩完了。Hello。 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快来，家庭 KTV， 哇，太爽了！我跟你讲，而且这个麦克风是无线的。你用你手机连一下，看能不能连上它的蓝牙。虽然我也不知道它蓝牙，
叫什么？没充电吧？那你充了、啊、你用手机吧。外卖到了，没有关系。现在吃外卖已经不是我的兴趣了，我的兴趣是要来体验一下这个麦克风。对，这音质不错是吧？我也觉得。来，给你一个麦克风，你现在可以说话了。怎么连？怎么连？你直接就是从蓝牙打开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它的。不知道。好香啊！应该是这个吧。上头了，对，肉眼可见快了。第一个就第一次有这个东西，就是可以比就是忘让我忘记了吃饭，嗯。这大概就是对音乐的热爱吧，我眼睛都亮了。家庭演唱会，嗯，先让他连一下试试。我爱的太蠢，太过天真，能勒紧我灵魂。不行，我不想要这种混响，这种混响就是感觉，就是有点不适合唱这种歌，让它再换一换。我开一丢丢，一丢丢混响就好，开多了就有点那啥。你们能看见蓝啊？打个招呼。乖乖，乖乖，闻啥呢？闻啥呢？闻我炸鸡呢？笑死！我要是笑死！其实这个混响的话，就开了一点点，是真的只开了一点点，对。没有那个吗 ？SD 什么的。哎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再开一次，请你们捂好你们的耳朵。Bluetooth mode。你再试一次。哎，连上了。哎，连上了，现在连上了。小爱同学，关机。你随便放首歌试试。是我爱的太蠢，太过天真，把你的寂寞当作去。我都不会一下子声音老大了吧？这应该是最小了。哦，真的有。你放首能唱的，你放首能唱的，不是。我跳 AUX mode 听好朋友们，你再来一首这种 rap 的，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 Bluetooth mode。 真的声音太大了，这已经是最小的声音了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喝不醉，每天都在天上飞，去涉黄的。我逐渐上头。顽皮老板喝不醉，每天都在。拦不住，沉浮在努力做出我的 groove， 都说苦没花的走路。好像还不错。是豆腐，对白的 move， 没时间听见熟悉乐，居民轻柔浓密乐，是掉线然后用力。太上头了。别大嘴巴子，就当给你买礼物。是我态度，上船是海鬼，其他好就在这，其他我不在乎。Scar me， 当他又想把我排除 ，Guess who back to get the fuck on my hood？ 别在那秀表姐，都是这 nobody， 你们不清晰，然后神经的笃定，你可 nobody know about me。孩子们浮躁了，逃了我俗套的，见到我不叫，可真的没礼貌。没过去的小狗，为了人民摇手，贫贱的小丑，不是技巧，这座狂城永远是我的骚扰。把这的年代让他们这感觉太爽了。傻逼，他来接，别来我接，进住了没？我谢谢 CX 送的巧克力，谢谢你放。
放一首抒情的，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音质，可以能唱的。这，对，不，我没开麦，我就是现在只是在试它的音响而已。对，你有毒吧？是不是有毒？他有毒。我先试一下混响。这个转换太突然了。你突如其来的简讯，让我措手不及，定住站在原地。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在傻傻清醒，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，拿着喜帖一步一步走近，踏进心不知的场地。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。好久不见的你又要疏离，握手寒暄如此客气，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。没有背过词。知不知总是想起留在原地等待着他靠近。你们听一下他的音质。你留得他单膝跪地，缓缓带进你的无名之力。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在傻傻清醒，原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始终提醒自己别逃避。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，这美也曾拥在怀里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。说好的永远变成了曾经，我试着衷心祝福你，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，选择失陪一下献礼心。又不是偶像剧，怎么我演得那么入戏？这不堪入目的剧情，感谢你特别邀请观赏你要的爱情，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。离开你的自己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资格关心？已经终成眷属的人是你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留尽所有回忆来庆祝你的婚礼，却始终没有勇气祝福你。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，把自己还给我自己，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。好像音质还不错。谢谢陈松的应援棒，谢谢小娟送的礼物，谢谢我叫哈哈哈送的浩瀚星空。哎，这是什么？
换首歌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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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刚才有错过的吗？礼物。谢谢齐岩送的礼物，谢谢 Singularity 送的礼物，谢谢，谢谢白白送的礼物。怎么样？音质如何？音质如何？非常好，是吗？为什么要带浮图？鸟尽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，是不是更想哭了？那个盒子里有没有海绵套？没有，没有。这个真没有。对，啊哈，原来是这样。离得太近了，可能是音响吧。对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。我今天就是先随便唱了两首。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摔了一跤，声音小了，因为我没有用麦克风啊。把麦克风关了一下，然后等选好了歌再打。还有什么歌适合试麦的？我要唱一首那个叫什么来着，病变，感受一下它的低音炮。你没听过吗？病变你绝对听过。谢谢老爹送的玫瑰花巧克力奶茶应援棒。怎么，我为什么是魔鬼？你又不想感受一下它的低音炮吗？昨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。想起来了啊？不是，我把水倒出来。太差了。我只是想试一下他的低音，就是放 rap 的感觉。可当我站起身来，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，只有赖着你味道的一封信。对啊，这首歌要病变了。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，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？把音响放在背后，你帮我把音响放一下别的地方试一下。但现在已经被我清空，整个人都冰封。哎，就放我后面。离开我开心的起点，在这里锻炼，谁让你自己让我疯癫？放这儿呢。是过去的画面，那几年我再也不会出现，我会想这几年要命的冰变。
这是可以的是吧？等一下啊，就是因为麦克风不能离它太近。喂，为什么？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，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，他为什么会发出那种，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，到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，为什么不是离得太近，但现在已经被我清空，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，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？我换一个。疯癫，那也是过去的画面，那几年。这个会好一点。回想这几年，就像是要命的病变，你可能听不见来自他对你的挂念。你觉得对不对？这是第几次在为你宿醉？没了我肩膀，你在谁身旁？买的礼物都变成了灰。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，看着别人羡慕你的模样。没关系，有小熊陪着你看月亮，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。但我假装看不见，是不是要我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世界？不说再见，我猜你应该是不小心的忘记，都无所谓，也有点累，开始新的记忆。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，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，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，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，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，给我停止啊，这些年我对你的疯癫，还会戴上那条围巾吗？在每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，在回家的路上不经意间触碰到你的手，你穿裙子加眼睛望着我，那是让我心动的瞬间，可始终有你身上的气味，就是马龙过后的路灯下的声音，又会是谁他说我真的喜欢你，但是每次欲言又闭嘴，都是荒唐的男孩又浑浊了几岁，我的身边没有你，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，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，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？他 rap 好爽啊！是你卡了，我没卡。谢谢臭屁小 X 送的应援棒。进攻第一炮。谢谢小七送的愿望，谢谢。这是等一下，我要感谢一下。谢谢路过的谁家周周送的应援棒，还有谢谢薄草送的愿望，谢谢图爸送的礼物，谢谢小薇不是鱼送的玫瑰花，谢谢轻狂溪水送的巧克力，谢谢薄草送的愿望，谢谢周周小 X 送的香水。太爽了，成，你要不要帮我把 WiFi 拿下来？ WiFi 等一下，
等一下。谢谢丘比特 X 送的巧克力。等一下，我再连 WiFi。现在不卡了吧？谢谢菠萝草送的元宝 ，OK。我自己唱的都很爽，我觉得你们那边听听的话应该也蛮有质感的。谢谢菠萝草送的元宝，谢谢小 X 送的巧克力。小手拉大手，我对这首歌不是很熟。谢谢漂亮姐姐送的浩瀚星海。唱样的话，彭佳敏现在就已经就成泪人了。对，谢谢莫少亮送，谢谢潘亮姐姐送的浩瀚星海，谢谢。嗯，怎么我现在就叫潘亮姐姐？我不会唱那首，我太笨。我想来点就是比较偏低音的那种。谢谢小 X 送的耳坠，谢谢。去吧。时光，我也会在你身旁，时光慢点吧，这少少年有恩学长啊，代表我们的力量，少年勇敢往前闯，年少的轻狂啊，团圆万人眼中会见吗，巷子里的你笑得多猖狂，想拥有超能力把时间都停下，对，他就给我那种录音棚的质感，对，就是我自己听的话也是那种感觉。守护你永远不再受伤，烟花也会绽放，黑夜也会悲伤，但我现在只想陪在你身旁。我就想知道他这个可不可以直接连手机，然后可以直接。小小少年有恩师长大，代表我们的力量，少年勇敢往前闯，年少的轻狂啊，团圆万人眼中会见。哎，我想给你们唱这个。不对，那是唯一吗？不对，也不是，王力宏的那首。是昨天听了。不是。哒哒哒哒哒，让孤单透气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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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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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救命！谢谢 Radish 送的就是个元宝，谢谢。对，我就是在找他那首歌，等一下啊。全民 K 歌呢？你有全民 K 歌吗？你下一个。这个人。
一个啊，需要人陪，对。但是我不能唱它原调，它原调太低了。一个我需要，我想需要。嗯嗯嗯嗯你们不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吗？我觉得需要人陪这首歌很好听。对，对啊，我就是要调那个调，然后声调，就这首歌很有感觉哦。我觉得这个音响放这首歌应该会蛮好听的，如果我会唱的话。哇塞，如果我会唱的话，但是我现在跟不上。你这粤语课你得抓紧时间啊。你也没找我谁那我不得，但是我现在跟不上。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过当初，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。你话我唔识谂，同时咪我刚唱两句我就已经。我可以给你们先唱一下副歌，对。要改正好简单，我只系欠条教，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爱意浓厚。主要是跟不上，主要是太快了。我不会粤语，但是我会学。这首歌《春娇与志明》。哇塞，我真的很期待我把这首歌学会的那一天，然后我就用这个音响唱，那个低音炮。谢谢煲仔分送的奶茶。目前只能跟上副歌。谢谢诗雨拉送的远方，谢谢不是远方的远方。谢谢兔姐送的玫瑰花。我学粤语歌做什么？因为喜欢。邮差可以，邮差可以试一下。你要想你副歌都跟上了 rap， 我可以唱0.5倍速的 rap。
笑死。这个有点试听版。哦，我用全民 K 歌。少年我不会唱。哪一个少年？就是因为喜欢，你登一下，随便登一个，就是喜欢粤语歌，所以想学，对。你是千堆雪，我是油菜，太阳炽热都被自压开。好久没有唱了，让我熟悉一下啊。爱拼啊才会赢。谢谢白衣少年送的十一个元宝，谢谢单单一点也不带错的一个元宝。我本来不会唱粤语的，就是你只要想学你就肯定会。当真远去散开，散尽了各走吧，都心伤都离开，直到你是把未来，直到我是活该，拿下了你这感情包袱，或者反而相信赶紧教我唱《春娇与志明》啊！为什么我教了呀？那只是一段，对。
喜欢唱哪种类型的？谢谢为了不哭大声笑送的玫瑰花。太喜欢我唱粤语歌。哎，我们上次还许了什么来着？富士山下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好像也没什么。是这个吗？你当我随风。这有点快，你要唱吗？你给我唱一下这一句。你当我随风。你当我随风。我随风。风。风。没有底下。你当我随风。你当我随风。宽吧。没背过词。你当我随风宽吧。合唱，他会唱，你来啊，给大家唱粤语歌。坐这儿，拿一个麦克风。怎么？这歌对你来说不是很简单吗？你作为一个广东人，很变嘴。嗯，一滴你懂吗？这风浪我。谢谢莫草送的应援棒，谢谢你是个没老婆的人送的应援棒。谢谢顾川远岸送的应援棒，谢谢上九中送的玫瑰花，来词在这儿。不是，他为什么没有粤语版的歌词？我知道很变。这个词我都捋不明。他没有那个吗？谢谢齐武送的香水，谢谢不是一凡送的玫瑰花。找到词了吗？这个词真很别，这个词比浮夸还别，是不是？真的。你忘了上次跟一个广东姐姐讲的那个电影了吗？我升个调。对嘞。是吗？不需要我啊。我升个调，我升个调。重新来，我先试个调。做花影一点你懂吗？这风浪又靠你度又跟花。我要再生两个，谢谢老爹送的玫瑰花。刚才那个调你也唱不了吧？好低啊。的你懂吗？这风浪又靠你我度又跟花。这种牵挂，苦心选中间，但天生这你回家。原谅我半截浪花，想今夜见吗？快唱啊，广东人。彼此准备火花，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大家。谁冬天得那双手，靠拥抱亦你任你拥有。你快点，麦克风。静，过来，屌，太快了吧！好快啊！在哪儿？我跟不上。风中随动，和平独奏。风吹不罕有，风街里有个一奏，风片花会有。好了，跟着上两句慢的。飞花花顿，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？心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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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场就是粤语课。都给君，我发现都是发勋君那种。好变呀、啊！我只能跟上 CEO。有没有说简单一点的？有没有说简单一点的？你换一首歌去。我觉得太难了，太难。这首歌太难，就是陈奕迅的。我们之前唱过他的什么来着？应该不只是这首歌，《红玫瑰》。红玫瑰不是国语版，我怎么记得他有国语版？白玫瑰是。K 歌之王，白玫瑰啊，哦，十年。K 歌之王。怎么就这样放弃了？你都跟不上，我能跟上吗？彭佳敏都跟不上，因为我就是打开一首歌就直接跟的那种，没有提前听过。说的好像我听了。这首歌挺慢的了，对。再换一首，就不信了，找不到一首合适的。还有什么？
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我们还是幸福的模样。下一站天后，下一站天后你会唱吗？你肯定会唱，你肯定会唱。我没我可能要听的时候，对，小鹏唱过，你怎么回事？两三年前你自己唱过你都不知道，很遥远。来吧，你的主场。哦，我还真没听过这首歌。哦，唱到这儿我就听过了，前两句。他们让你唱，来吧。是有什么故事吗？大声说出你的故事。我总觉得这首歌一起，彭佳敏这个感觉就不太对，还是起范儿的。哦，人家听着呢，大家都在听你唱，你要用麦克风唱。我唱好几个了，我也不配。难逃看着你这一遍带温柔的唇。这首歌讲的，请说出你的故事。你有，你有，你有。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。这首歌很动人，你看过那部电影？不是，这个歌的调一起我就知道是一首很感人的歌。对，加油，你挺好听的，大点声。需要我给你把麦克风调大点声吗？他什么时候唱过？他在公演上唱过吗？啊，我说呢，刚才那范儿就不太对，朋友们。没有以前那么想错。是不是想错的玫瑰花？那你给我们唱一首《样》吧。样我还没过去。你重新唱一遍吧，重新唱一遍。他不唱。来呀来呀，大家都想给你唱。我在直播间，你能不能好好唱歌？快点的，快。我主要想找一首粤语歌。天后有吗？有谁唱的？张敬轩。女版吗？粤语版。哎，他粤语版是叫天后，好像不是。哦，面具。嫉妒你的爱其实如火。没听过，没不是没听过粤语版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。我上两个调可以吧？哦，他连词都改了。他调
中浮动，也自于放空，也试过太冲动，带件事目的轻重，做过每个仍要冲冲出困局，哇，这个真的太变了，没有复制一下。遇到着面具可以掩饰共用，迎着炮火也依然变成轻重，情绪不开惊动，还要轻的举重来化解一切压力，似失踪。有点难。里面的字都是你没学过的。真的，我就是，全都是我没学过。不懂，童年少的青春，怀着微笑哪怕痛。能跟上的都是我学过的，跟不上的都是没学过的。一试过太冲动，大件事无计轻重，错过背过仍要冲，冲出困局。这个我就没学过。不应用，真没学过。沟通。这个也没学过。迎着炮火也依然表情轻松，情绪不可牵动，还有轻的举重，来化解一切压力似失踪，如放下面具去也去面红，乘着晚风去追寻逍遥星空，家的风浪浪，还曾伤不痛，曾年少的青春，还盖世间的薄冲，薄冲。宽谷。遗憾太多，却不能独留自重。如今新的爱何妨？连吉他都枯松，谁明白我初衷？又开始那么多没学过的，纯属是跟着自己溜。那么多没学过的都能自己捋明白，是不是？来首国语版的吧，给你们好好唱一首啊！我什么时候才能把粤语学会啊？天哪！你现在都能自己捋了，这还不够。一定要很娴熟，主要是怕跟叔叔阿姨拉群聊天的时候就是比较方便，就是我们三个人在群里聊天比较方便，就是你不太懂，对，毕竟你不在那个群里，也是，毕竟我当不了翻译，那在群只能靠你自己。哎，是的，对。叔叔喜欢唱刘德华的歌，你怎么会跟他一起唱？冷的比鱼疼。现在就学，我跟你讲，从今天开始就学刘德华的歌，谁也不唱，就学刘德华的歌。叔叔可高兴了。
找个调。谁任由谁放纵，谁会先让出自由，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，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，被侵占所有还有笑着接受。我嫉妒你的爱今生如火，像个人祈祷去不下的天空，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，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。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，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空。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，因为我们都有错。推开苍白的手，推开苍白的厮守，管你有多么失措，别再找我。信任是最致命的脆弱，我明明都懂，却仍拼死效忠。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火，像个人祈祷去雨不下的天空，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，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。我陷入盲目狂烈的宽容，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空。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，因为我们都有错。谢谢韩阳送的英文棒。如果有一点爱不再迷惑，足够去看清所有是非对错，直到那个时候，你在我的心中将不再被歌颂，把你当作天和。这个音响真的不错，这个麦克风也真的不错。是，为什么要对这个水盆这么感兴趣？还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天后的歌啊？再给你们唱一首，然后就下播好吧？然后我就吃饭。下播了？不，还有一首，干嘛？谢谢小王同学送的音乐棒。哦，不要那种，我要那种，不要那种很那啥的歌。我想想啊。我上次说哪一首要录那个电影室来着？谢谢芥末送的99个愿望，谢谢。笑忘书啊，笑忘书可以。笑忘书你们听过吗？应该有人没有听过。对，王菲的，对。
预言书，没有听过，等我听听。爱春娇遇见了谁，其实这首歌调蛮高的，我不知道我今天的嗓子可不可以唱上去。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，没想到答案就不用寻找题目，没有退路那我又要散步，没有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，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生礼物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。对谁倾诉，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，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，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，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这一份情书送给我自己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，笑着羡慕时间是怎样划破了我皮肤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，我亲手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。唱完了，谢谢波草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哎，我太喜欢这个家庭 KTV 了，非常好。以后我们每次直播唱歌的时候都用它啊。谢谢波草送的玫瑰花，谢谢2627送的元宝，谢谢奶奶邮局的装送的香水。等下一次就我们去广场上，然后我去广场上，然后路演。拿个碗。孝子，谢谢波草送的愿望，对，记得去夸姑姑，可以下播就去夸啊，非常好。谢谢佐佐木送的愿望，谢谢。前面放个箱子啊。
下播了啊，我要去吃饭了，饿死我了，明天再播吧，好吧，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